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保持密切往来，深化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成功走出了一条大国战略互信、邻里友好合作的相处之道，树立了国际关系的新范式。习近平主席此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将同普京总统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促进两国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重要大国，中俄关系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双边范畴。习近平主席即将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将是一次友谊之旅，进一步加深中俄两国的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夯实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习近平主席访俄将是一次合作之旅，推进双边各领域互利合作，深化“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助力两国实现各自发展振兴目标。习近平主席访俄将是一次和平之旅，双方将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基础上，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多极世界格局，完善全球治理，为世界发展进步作出贡献。中方将秉持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为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